好啦，喺台北嘅第四日啦，最近新冇得，即系去行下 shopping。嗱，琴日咧啊，应该搞错咗咧，琴日买唔到车飞嘅，啊啱醒起咧，其实啲区间只系四日前先可以订嘅，咁嚟台湾咁耐唔记得咗啲，所以今日咧就去改翻啦，改嗰啲可以即系快车嗰啲咩自强、女光嗰啲。列車咧咁可以訂車飛咧，都係唔好搞啦。到時即係又驚爆棚，又上唔到車，都係安心啲買翻張車飛，係咪咁講啊？好。啊！而家我哋又行緊去台北車站買車飛嚇。昨日都有，咁咪你咪喺度瞓覺咁解啫，喺度瞓覺，你睇影相。嗱，呢個其實有名嘅叫台北車站廣場嘅，喺台北車站嗰啲南門前面呢個廣場就係叫台北車站廣場啊！啊，依家行去買車 free。啊，買咗兩張車飛啦！嗱，第一張係台北去中壢，第二張係中壢就去台中啦。總共幾錢啊？記得750大洋。係啦，嚇嚇，琴日整唔起啫，原來啲區間車係冇劃位噶嘛，所以四天前先可以訂位噶嘛，依啲就可以28日前就訂位啫嘛。突然間我嚟台中，我嚟台灣咁耐都唔記得咗添。好啦。畫咗好啲嘅，畫安心啲嘅，咪到時貴一倍啊！貴咗一倍嘅，貴20% 到啦嚇。不過上次我哋喺馬西亞，喺到車站冇車飛個狼狽情況，仲嘥錢添嘅。所以即係飛咧係早啲訂先。好啦，買完車飛可以開始今日行程，12:00已經今日天氣都係好唔穩定啊，話間中雷暴咁樣咧，所以都喺市區附近行啊。嗱，台北以前係一個城嚟噶嘛，所以咧有四個城門嘅，應該講五個嘅嚇，即係東南西北加嗰個南小門咁樣咧嚇。今日就咩咧？我哋試下行曬四個城門啦嚇。